石要来军中了，帮助你调运军事物资和粮墨，你怎么想啊？苏洵没有和云峥瞎扯海上的事情，开始说正事儿。他来很好啊，王安石在京中受辱，陛下也看不下去了，继续让王安石留在京中，那对他是一种煎熬。来西北很好啊，王安石的才能不用质疑，后勤官这个位置只要他来就是他的，我也放心。苏洵见云峥不置可否，就知道云峥根本就不在乎王安石到来的政治意义，也不准备去思想那些奇怪的东西，只要王安石来了，就打算把他当成一个后勤官来用。对于王安石肩负的另外一个监视使命，他根本就不在乎。回到房间，云峥的眉头就再次凝结在一起。李青的行为让他心里很不舒服。兰州的事情因为春哥的胡乱加入变数很大。当初还以为春哥和小蛮夫妇二人中起主导作用的是小蛮，没想到事情和自己想的不一样，春哥这个家伙才是真正的一家之主。害胡儿确实毁掉了，不过这是在李青的有意识的配合之下毁掉的。李青不可能不知道复辟的骑兵会从兰州城经过，那么这个家伙这么做到底是为了什么？云峥是知道这个秘密的，不过知道的有些晚。他之所以派遣精锐的京西军以及小蛮去兰州截杀害胡儿，是为了赶走害胡儿，让他们莫要成为复辟骑兵东进的阻碍。这个计划春哥、小蛮、陈述他们处理得很好，唯一可惜的就是没有杀掉李青。李青宁愿眼看着害胡儿被杀光，也没有选择参战，而是选择转身就走，一刻都没有停歇。当云峥派遣的后续截杀李青的军队抵达兰州的时候，李青的驼队已经过了喀罗川，带着无数定制好的铁器回到西夏国。于是颇喜军的成立已经是不容阻挡的事情了。在密迭斯送来的情报中，李青占据了很大的篇幅。这个祖籍就在西周的汉人，心中早就对大宋没有任何归属感。他和西夏的张家一样，只会认为自己建立的西夏国才是自己的祖国，想要他们对大宋网开一面，这根本就不可行。对于大宋而言，西夏这个割据西北贫瘠之地的搓耳小国，简直就是一个梦魇。好水川、定川寨几战下来，大宋军队溃不成军。在这些被收入教科书的经典战例的背后，离不开一个叫张元的汉人军师的谋划。这个去国离乡的怀才不遇者，终其一生的事业就是不辜负自己的才干。云峥去西夏时，此人已经病死，否则在云峥的必杀名单上，此人甚至比李元昊还要靠前。云峥骨子里其实是一个非常骄傲的人，他为自己的血统骄傲，尤其是当他从现代一下子飞跃到宋朝之后，这种感觉一下子就变得更加明显。因此，即便是在轻易接轨章自杀之后，他也是感到悲哀，并没多少悲痛。虽然只有一字之差，代表的情感却有云泥之别。云峥认为历史上出现的好多事情都是一种偶然事件，人为天地间之灵长，岂能常怀鸟气而妄自安顺？精英如此，凡人亦如此，匹夫之怒有时仅仅是以头抢地，但有时也会长虹贯日。戍卒叫，函谷举，楚人一句，可怜焦土。所以他从不放过这种可能性。伯伯在辽东听说已经成了一方诸侯了，
带着自己的军队四处劫掠辽国。听说辽国东京的勋贵只要听说海东青的大名，无不双股战战。这样的名声，即便是女真人中的大豪杰克里波都未曾拥有过。李青这个家伙实在是个变数，当初在乱石坡只不过是自己剑下幽魂而已，没想到去了西边竟然能够做到百战百胜，五年间克雄城300。虽然这明显是西夏人在吹牛，但是30座城池，这家伙是绝对攻克过的。有些事情不论是春哥还是小蛮亦或陈述，他们都不知晓。云峥也是在李青快要回国之时才弄明白李青到底在兰州城干了什么。弩炮，这就是李青来兰州的所有目的。他到兰州不是为了治病，更加不是为了远离西夏国的政治纠纷。他来兰州唯一的目的就是准备扩大自己的权势，组建新式的军队颇喜军。当亥忽儿这种已经把肉体力量发挥到极致的军队依旧不能对一股宋军造成毁灭性打击之后，他就彻底的将亥忽儿投入到兰州城，想看看这支军队到底能够对宋军造成多么大的打击。结果是令他失望的，宋军在街市上埋藏了火药，结果导致亥忽儿损失惨重，能活着回来的人马不过百数。从这次试探中，他彻底确定了，只要不改变自己部下的作战方式，无论何时遇到精锐的京西军，自己依旧难以逃脱覆灭的命运。已经准备了大量火器的宋军，实在不是人力能够抵御的军队。对于火药弹的恐惧，似乎已经铭刻在李青的灵魂上，所以他无时无刻不再寻找可以和床弩以及火药弹相抗衡的武器。终于在一次攻打萨拉马罕城的时候，他终于发现一种新式武器，尽管这种武器让他部下损失惨重，他自己也差点死在这种武器之下，但是这个发现却让他变得狂喜。而这个发现就是来自遥远的黑拉，希腊国的武器弩炮。这种弩炮和宋人用牛筋带等带有弹性的物质组合起来的武器完全不同，而射程也要比宋人的纽式弩炮远得多。最让他称道的却是这种不亚于床弩射击的准确性。黑拉人设计的弩炮带有坚固的支架，主梁置于支架之上，其前端两侧装有两具扭力弹簧组，每个弹簧组带动一只弩臂，弩臂末端连接弓弦，弓弦正中是容纳抛射物的编织网带。横梁上侧带着燕尾长槽，一个带长导轨的滑块可以沿着长槽前后滑动，滑块的后端装着一具精巧的发射机构，可以方便的锁定和释放弓弦。横梁的末端装有绞盘，使用者可以通过扳动手柄或者拖拽绳索使滑块移动。当弓弦向后拉开并激发机构锁定的时候，武器就处在待发状态。为了让操作绞盘不至于太费力，在横梁两侧还设置了金属齿条，既能让开弓的工作不必一气呵成，又能调节武器的抛射力量，从而获得需要的射程。后来金属齿条被圆形棘轮代替，使操作更加简单可靠。为了赋予弩炮灵活的方向和仰角，他们为弩炮设计了可以自由转动的基座，但这并不是世界上最早的万向节设计，东方的墨子上详细记载过转射机。有了这样一种利器，宋人的火药弹就无法威胁到自己的本阵，无论是射程和杀伤力，自己的弩炮和云峥的床弩都可以媲美。只要自己拥有大量的弩炮，云峥那种属于近战的武器火药弹就对自己形不成威胁。
唯一让他头疼的就是弩炮上所需的金属齿条和棘轮这种东西，在西夏根本无法制造。即便是制造了，粗糙的金属冶炼工艺也让齿条和棘轮变得脆弱不堪，根本就没法使用。想用封墨铜来代替，当虞侯设计了所有的费用之后，李清不得不放弃了这个可笑的想法。有制造弩炮的那些钱，可以把宋军活活压死。好在这些年大宋的金属冶炼工艺有了长足发展，尤其是环州那个地方几乎成了金属交易中心。于是拜托了一些和西夏交好的商贾，去环州定制了大量的铁制齿条和棘轮，带来兰州交货。于是也就有了李清的兰州一行。对他来说，那些精良的英朝出品的精美铁器零件绝对比什么亥胡儿重要太多了。李清读过翻译过来的西方书籍，其中对弩炮有这样一段记录，他非常感兴趣。在罗马人围攻耶路撒冷的战争中，犹太将领约瑟夫回忆说，和自己并肩站在城墙上的一位伙伴竟然被一枚罗马弩炮发射的弹头将头颅整个打飞，城里的一名孕妇则被一枚实弹击中，她腹内的胎儿被抛到100尺外。罗马人的巨型弩炮可以将130丈外的敌人轰得溃不成军，他们发射的长矛可以将2个或3个排成密集队形的敌人一起钉在地上。除此之外，弩炮的精度也令人叹为观止，他们甚至能够重复命中同一地点。曾经有过弩炮发射的长矛将前面已经命中的长矛劈成2片的记载，这样的东西绝对值得大规模制造。李清对此已经陷入了绝对的疯狂。一想到李清的精密铁器零件来自英朝的精密铸造，云峥嘴里就苦得厉害。这些年随着环州煤炭业和铸造业的大力发展，那里已经形成了一整套最严密的初级工业体系，而今这些小工业的名声已经飞升海外了，连李清都知道把自己制作不了的东西拿到那里去制造，而自己这些年却一直把那里给忽视掉了。云峥现在就很想知道，这些王八蛋在给敌人制造利器之前，有没有把火炮这种自己早就吩咐下去的东西给成批量的制造出来。李清想和自己这个未来人比拼杀人武器，云峥不认为这个家伙有多少胜算。李清的行为就像一只在林子里跳来跳去的猴子，猛地学会了使用木棒这个武器之后，再像一个浑身穿着甲胄，面前放着一架已经架上铲子状的分尸弩的雄壮武士挑战，后果不用多想。之所以会在五台山多停留一天，就是为了等待这个世界上的第一架真正的火炮出现在自己面前。当战场之王火炮这种东西出现之后，任何冷兵器在他面前都不过是过眼云烟。云峥不是在为李清弄什么泼细菌发愁，而是在为李清竟然懂得去寻找研究新的作战武器而发愁。上帝制造出亚当和夏娃的时候，这两个男女高兴地在伊甸园里光屁股跑来跑去的，谁都顾及不到羞耻这回事，活得没心没肺，饿了就吃，渴了就睡，时间到了就交配，日子过得其乐融融。当一条蛇引诱夏娃吃下智慧苹果之后，满世界的麻烦这才接踵而来。因为知道了羞耻，所以就必须找东西把私处遮盖掉，因为能够辨别美丑，所以就要弄好多的首饰来装扮自己，因为发现别人家的老婆比自家的漂亮，于是战争的雏形就出现了。
最后上帝把他们撵出了伊甸园。连西方人崇拜的仁慈的上帝都看不下去的事情，云峥这个刻薄到骨子里的人如何会放过李青这只会思考的猴子呢？之前所以要杀李青，为的就是要把李青这种可怕的思想掐死在萌芽状态。云峥非常相信一点，人类大部分的科技都是来自战争，是战争这个怪兽将人类的科技一步步推到顶峰的。一旦科技战争的萌芽一出来，用不了多久，这家伙就会成长为参天大树，它的根甚至会向土里钻进去100丈，那个时候再想斩草除根不过是个念想而已。而人类战争的机器已经轰隆隆地驶向远方。陈林回来了，风尘仆仆的，专门在云峥的面前亲自抖动着自己的披风，把一间干净的屋子弄得灰尘满天。行了，知道你劳苦，就不用在我面前继续显摆你的功劳了，先喝口水，说说郭恩那个家伙靠不靠谱吧。云峥把一杯沾了一层尘土的水递给陈林，陈林夹手夺过水杯，倒掉里面的水，洗涮了茶杯之后，重新给自己倒了杯水，道：“老夫觉得，你把水面上的尘土换成砒霜比较好，这样的话，老夫就不会碍你的事情了。”“不成啊，我弄死你了，陛下就会想办法弄死我。你已经是耄耋老头了，我还青春年少呢，一命换一命，我亏大了。”陈林喝了一口水，大怒道：“明知道老夫已经是耄耋之年了，你还要老夫一日夜间奔行160余里吗？”云峥撇下手里的军报，笑了笑：“哈哈，没法子呀，武装敌人这种事情你不去谁去啊？郭恩这段时间以来已经做了不少事情了，连自己的膝下小妾都送给伟哥宁宁谢玉了，这么重的赌注都放下去了，我们要是随便派一个人去，那郭恩该多失望啊。做人家大帅最重要的就是不能寒了将士们的心嘛。”“哈哈哈哈哈哈，你其实啊，应该说这事儿你干不了。武装敌人这种事情啊，乃是大忌，送出去的都是民脂民膏，你送啊会被人家说你图谋不轨，而老夫这个阴人送呢，就没有那么多顾忌了。”云峥挥手让猴子给刚刚洗漱了一下的陈林端来饭食，让他立刻吃饭，吃过饭之后还要商讨怎么应对伟哥宁令这个意外。陈林很明显非常饥饿，一口气吃完2大碗白饭，一大盆汤菜也吃得干干净净，最后拍拍自己肚皮：“哎，还是这样吃饭痛快，这身体啊就不能娇惯。以前在宫中的时候啊，每天山珍海味的，却把人养得病恹恹的，吃什么都提不起胃口啊。哎，不像现在啊，粗茶淡饭的却让老夫吃得香甜，精神也好啊。”“那既然精神好，就多活些时日啊。北伐可并非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事情啊，需要我们耗空契丹人的国力，最后让他们100年里没有任何可以反攻的机会，燕云16州才算真正落到我们手里。因此呢，这一战的时间会非常长，你要做好准备啊。”听云峥这么说，陈林面色有些沉重，知道他在说自己殉葬皇帝的事情，这件事儿是自己一生的追求，不可能放过的。即便是这段时间在军中效命让他有了几分生气，也不过是几分而已。陈林不想说这个话题，端起茶碗漱了口之后：“
过恩的离间计已经基本见效了，维格宁令啊，事实上已经走投无路，他的军中不但军粮奇缺，更加要命的是军中所有战备物资全都是十年前的，早就残破不堪了。不管是辽国的萧达虎啊，还是河区的狼坦，都有一口吞灭维格宁令的意思。只不过狼坦是很不要脸的想要军功，萧达虎呢不过是想要一些木奴而已。大帅要做什么必须尽快下手，否则呀，维格宁令这个人可就要死掉了。维格宁令家眷除掉没有啊？米迭斯已经在进行中了，按照大帅吩咐的那样把线索引向莫藏额旁。另外啊，右厢昭顺军司将领的家眷也在诸厨之列，西夏人中有我们的死谏，这事儿一定会办妥的。说这种灭人全家的阴私事情，自然是知道的人越少越好。如今昏暗的烛光下，只有云峥和陈琳两个人。至于站立在房间两侧的高大佛像，在明灭的烛光之下显得神色多变，阴晴不定的样子，似乎在犹豫着要不要把自己身边这两个人弄一道雷电下来给弄死。说到底啊，还是我大宋周边的环境过于恶劣了，别的朝代只要对付一个强大的葫芦就好，偏偏我大宋需要面对两个甚至更多的葫芦，孩子娘的一个比一个强大，害得我们只能躲在暗处用阴谋诡计害人。云峥和大宋最大的密谍头子坐在一起商量这种事儿，总是有些别扭，不由自主的就把这种阴私事情往大环境上推，似乎这样他的心情会好些。陈琳嘿嘿笑道：“你呀，少把丧天良的事情往我大宋头上推。这些年啊，这种事情我不信你没干过。别的不说吧，光是燕州一带那些辽国汉人兵将的家眷死伤惨重这事儿，你绝对罪责难逃。还有啊，郭恒川家族被灭族一事，你也不要说和你无关啊。狄青还干不出这种事儿来。郭家惨案，我的属下可是亲眼目睹啊。原本他们去那儿的目的呢，也是为了杀人的，没想到啊，却被另外一伙人抢了先了，杀的那个惨呢，老夫都不忍心转述，从刚出生的婴孩到80岁的老妇，堪称鸡犬不留。杀了人啊，还放一把火烧掉了房子，那大火整整烧了一夜啊，火龙队都救不过来。眼看着武进的院子啊被烧成一片白地了，不但他们家被烧了，连带着那条街全都被烧了一半呢。云峥抽抽鼻子：“真不是我干的。”那就是老夫的前任干的。你是将军，自然不能干这些事情了，也没有理由干这些事情。但是监军就难说了，比如老夫这次干的事情，一般都是监军干的。但是啊，你千万莫要说你什么都不知道。你知道的，我这人为了胜利，向来是不择手段的。云峥的解释有些苍白无力，陈琳嘿嘿笑道：“没有责备你的意思，你是大帅，老夫是监军。大帅的职责就是打胜仗，监军的职责就是监视大帅不要打败仗。所以呢，我们的目的啊是一致的。只要是敌人呢，你尽管交到老夫手里，
老夫没儿没女，不怕老天报应，只要北征能够大胜啊，老夫就算被千夫所指又能怎么样呢？陈琳说着话就离开了云正的房间，路过塑像的时候还不忘记向塑像合手施礼，步子走得虽然慢却非常稳当。对这个把生命都准备献祭给大宋王朝的老太监，云正是真正的无话可说。听说他进宫被阉割的时候还不过是个孩子，是被权贵买来之后当作礼物献给皇帝的，一刀之后此生就与幸福无缘了。不过很明显，这家伙找到了另外一条名垂史册的路子，那就是把自己当作祭品奉献给大宋王朝。不论此人的心性如何，对他的忠诚没有人有资格站出来指责，他是人群里面最纯粹的一类人，爱的热烈，奉献的赤诚。三更天的时候，云峥依旧没有睡觉，他依旧在等待他的火炮出现，军报上说昨日会到达，已经晚了三个时辰了。按照军法，误期者当斩，不过云峥并不打算拿这些人问罪，沉重的火炮运输这恐怕是开天辟地的第一次，能运过来就算不错了。1300斤重的家伙想要在大宋如今松软不堪的道路上前进，一定不会太容易的。晚上巡夜的和尚敲响了云板，一共响了4次。云峥侧耳听听门外的动静，看样子火炮还是没有来，打了个哈欠脱掉鞋子就上了床，看样子火炮今晚大概不会来了。刚刚睡下不久，云峥在睡梦中就听到外面人叫马嘶的嘈杂不堪，揉揉眼睛刚刚坐起来，大门就被猴子一把推开，在白色的灯笼底下，那家伙的眼睛似乎都是红色的。侯爷来了，三尊啊，大家伙！云峥浑身打了个激灵，睡意顿时就没了，顾不上穿衣服，穿着里衣赤着脚就出了门。猴子抱着衣裳和鞋子在后面紧紧追赶，他从来没有见过侯爷这样失态过。云峥奔出庙门，就看见在火把辉映下的三门火炮黑幽幽的闪着金属特有的寒光。云峥上前拍着结实的炮口笑道：老天保佑，这东西终于给弄出来了。猴子见云峥停在三个奇怪的大铁管子旁边，扶着铁管子上上下下左左右右的看，神情很是激动，宛如新夫人看到了远归的丈夫，就差两眼流泪了。趁着这个机会，他连忙把大踹的脚丫子提起来，把那双懒汉鞋给套上，袜子就算了，人太多，被大家盯着看大帅换袜子，那就不好了。云峥把手探进炮筒子里面抚摸着，结果发现里面非常的平整，没有他想象中那么粗糙。炮管的圆度也很好，1丈多长的炮身看不到一个沙眼，拿手拍拍炮筒子发出啪啪的声音，1寸多厚的管壁很是厚实，一看就知道这东西非常结实。试过没有？云峥扭头看了一眼专门送大炮的孙杰。孙杰乃是甲子营的人，是第一批去英朝的老人，以前的时候一直负责甲子营眷属的安置，轻易不离开英朝。这一次前来雁门关，实在是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来押运这三个东西，只好自己带人走一遭。回将主的话还没有？云峥皱眉道：为什么不试验一下？我记得相匹配的弹丸早就研制出来了。孙杰讷讷了半天才道：二公子。云峥恍然大悟：
啊，你是说云月没让你们试验？孙杰难看得到。这种东西咱们的冶铁厂总共铸造了五门，二公子去了英朝之后把这五门炮都给带到山里去了，回来之后就让小子把这三门炮给将主送过来，他带着另外两门炮去了登州。云峥抬头瞅瞅四周，发现围拢在自己身边的全是夹紧的老人手，没有泄密的担忧，就笑道：既然云月不让你们试验，也是为你们好啊，免得在英朝那个地方人多嘴杂的泄露军机。孙杰啊，你来说说，这东西铸造起来麻烦吗？有没有按照我要求的那么铸造啊？中间出问题了没有？孙杰惨笑一声，回将主的话，为了这五门炮，冶铁厂伤残了四人，因为是整体泥饭铸造，1100余斤的铁水要一次注进泥饭，稍有偏差，铁水炸膛乃是常事啊。自从接到将主的军令，冶铁厂一年多的时间里没干别的，仅仅铸造这东西就制作了63个泥饭，最后成功的只有34具，经过筛选，除掉有沙眼气泡的废品，勉强能看得够眼的只有这5具。从京师来的铸造妙手加上咱们冶铁厂的大将300余人不眠不休，就只能造出这么5具炮管来。听了孙杰的诉苦，云峥笑吟吟的道：很不错了，费这些银钱算不得什么，只要能把这东西造出来，就是大功一件啊，我自然会论功行赏，只是需要你们以后制造出更多的这种东西出来。孙杰瞅瞅周围，小声在云峥耳边说道：弄不成了，二公子把冶铁厂也搬到登州去了，英朝的大将东京来的铸造妙手一个不留全都带走了，说是要在野驴岛上重新建造作坊。云峥摇头笑了一下，也不在意。现在的云月和以前的云月不同，他现在更加注重海上建设，云家将来是要在海上安身立命的，海上作战没有比火炮更加犀利的武器了，想想都是这样。当别的海盗还停留在你追我赶，然后嘴里咬着刀子跳船作战的阶段，云家的船队已经能够隔着一两里地远的距离开始攻击人家了。有了火炮这个武器，云家在海上不可能有什么对手。中国是火炮的故乡，这一点云峥很清楚，是火药的出现才催生了这个东西。大宋的火药武器出现了很多，不过在云峥眼中，那都是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吓唬人的成分多于实际运用。突火枪云峥见过，这东西被好多军兵当作暗器来使唤，就像一只大号的烟火，喷出的火花根本就没有多少目的性，因为铸造工艺的跟不上，炸伤自己的次数远比烧伤敌人的次数多。大宋军中好多人都有一些自己家传的秘密武器，突火枪就是其中的一种，使用这种东西的家伙在战争最紧张的时候才拿出来，当宝贝拿出来的时候却打乱了军阵的结构，更何况这东西有时候拿在手里头会爆炸，不但伤不了敌人，有时候还会连累自家兄弟，因此云峥军中严禁军事自己武装自己。很多时候云峥都想不通，明明突火枪这种最简陋的前装滑膛炮明明已经出现了，为什么就没有人下大力气去研究这个东西呢？以至于后来的人还要去使用所谓的红夷大炮，再后来还让人家在海岸上架上几门大炮，就轻易地轰开了国门。云峥以为这种墙里开花墙外香的事情要严厉禁止，现代火炮是从中国古代发明的抛石机发展而来，抛石机也叫发石车，它的结构十分简单，在一个木架上做一个横轴，并在轴与横轴中间穿插一根长杆，杆的一端系着一个装石块的皮壳，
另一端系着几十条或者百余条绳索。使用时将石块放入皮克，一声令下，众人齐拉绳索，皮克的石块便飞也似的抛出去。抛石机最早用于战争是在春秋战国时代。据《三国志·魏书》记载，官渡之战时，曹操曾使用抛石机攻破了袁绍的营垒，从而大获全胜。汉至唐时期，尽管抛石机在作战中的运用逐渐增多，但规模一般较小。唐代时期，抛石机越做越大，有的需要一二百人拉绳才能将巨石抛出，每石能击毙数人。唐朝中叶的时候，火药的发明使抛石机的发展发生了质的飞跃。直到大宋开始之后，火药才被大规模运用在军事领域。抛石机便由抛石变为抛火球，火球又称火药弹，主要的目的不是为了炸死人，而是为了烧死人，效率低下的令人发指。直到云蒸改良了火药配方之后，火药伤人的方式从燃烧变成了爆炸，杀人效率猛增了何止十倍。后装炮当然先进，攻击的效率也高，但是云蒸现在根本没本事造出那种炮来，只能把最古老的红衣大炮拿出来冲冲数，现在只能发射实心弹、铁砂或者炼弹，拿这种大炮去对付骑兵根本就是扯淡。两军对垒之下，骑兵几个呼吸就会杀到面前，而这种大炮两分钟左右才能发射一枚炮弹，要是指望这个东西去对付辽国或者西夏骑兵，纯粹是在找死呢。一枚炮弹飞出去之后，炮兵要赶紧往炮筒里灌水，然后用拖把一样的东西清理炮膛，然后再装填火药，在炮眼里头塞火绳倒结实，再把实心的弹丸塞进去，最后再点燃火药绳子，慢慢的等药捻子着完。等这一切都干完之后，骑兵的刀片子早就砍到脑袋上来了。云蒸之所以要造这样的东西，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攻城。只要把这东西推到城门边上，瞄准了十几斤重的弹丸，以排山倒海般的力量击打在城门上，再结实的城门也扛不住几发这样的炮弹轰击的。陈琳也披上衣服出来，面对这三尊沉重的不像话的东西，实在想不出这东西有什么用处。这次云蒸大军兵出代县雁门关之后，要的是快速切断辽国东西的联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拿下辽国西京，然后一路向东进兵，最后在古北口一带截击辽国中京道过来的援军。要是带上这么重的三个铁疙瘩，还怎么保持快速行军呢？云蒸的一口白牙在夜色中显得格外醒目，不等陈琳发问，他就笑着对陈琳说：别看那东西笨重啊，但是这个东西却是攻城拔寨的利器，即便是路上因为带着它速度会慢一点，但是这一路上我们至少要攻破七座坚城，有了这东西，攻城拔寨不在话下。陈琳也上上下下打量一下眼前的东西，实在想不出来这东西该怎么用。见云蒸好像并没有给自己介绍这东西的想法，就皱眉道：